可以跟我们台湾球迷打招呼，然后说说话。好久不见。またいっぱい今年も台湾に来れ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。みんな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。啊，在台湾一直都会加油。从后面那个开始，我都中箭。为什么？我是这个画爱心的，然后我就开始这样，狗妹。My God， 我到球场了，今天超级无敌热，热到后面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洒水了，哇！今天呢是 Yokoso 趴主题日的第一天，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Yokoso 的意思，我来跟大家说一下。Yokoso 呢在日文里面就是有欢迎的意思，所以 Yokoso 桃园就欢迎来到桃园球场。那这两天呢球场都有日本美食，我们乐天女孩也会带来特别的舞蹈给大家。除了舞蹈之外呢，这一次还邀请了我们的日籍成员彩香回来了。可能有一些球迷朋友们不认识彩香，所以我在这边简单的说一下。彩香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加入我们，成为我们的期间限定啦啦队员，而且他还比都会早哦，他是第一个外籍啦啦队员。这中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台湾继续跟我们一起应援，而且他也是干杯女孩的队长哦，是在罗德海洋球场担任啤酒妹。这一次呢很开心他可以加入我们一起跳开场舞跟中场舞，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。我们要练舞啦，秘鲁是吗？这看起来像壁虎。今天怎样？那个维修员。对，我们今天是维修技师。F1赛车。好，我们去修。我们现在去练舞，再去修了。我们要去练哪一首歌？有啊 ，Sophie 的开场舞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开场舞。恐龙扛扛扛扛扛。你刚刚唱错旋律了，刚刚若彤唱了一个正确的，这是恐龙扛扛扛扛扛。哦，恐龙扛浪扛浪扛，恐龙扛浪扛，练舞啦！哇，彩香的手机全部都是练习影片，Oh my god！ 而且都是我，他都看着我的影片练习。我们现在刚练完舞，那现在休息时间呢，我们就来跟彩香聊聊天。今天我是翻译，所以我们今天会用云溪的托日文跟你破英文，我们一起来问彩香。好，我想要问彩香，就是这一段时间呐，没有在我们台湾一起应援的时间，你都在做什么？日本で。千葉マリンスタジアムでビールを飲んでます。就是依旧在日本当那个啤酒女。对，啤酒妹。啤酒妹。啤酒妹。千叶。千叶。海洋。半酒长。半酒长。对，千叶海洋。其实说不定他中午也可以沟通哦。是国语妹。啤酒妹跟啦啦队哪一个比较辛苦？气啊！啊，我觉得啦啦队比较。你当啤酒妹的时候啊，有没有遇过一些奇怪事情，或者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，或者是让你难忘的事情，像是有球迷喝醉啊之类的？嗯，面白いこと。でもいろんな人とお話できる。啊，会有很多人跟他说话。台湾の野球は面白いですよ。あ、センターアルスは可愛いですよ。喝醉的，喝醉。那几万个。对。でもそんなに私からビールを買ってくれるのはそんなに酔っ払わないけど、たまに飲みすぎて、救急車で運ばれる人。他卖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喝醉，但通常都是大家会一直喝一直喝，后来就。哦。那有遇过变态吗？变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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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态。是没有遇到。很幸运呐！那你这几年没有来台湾，你有没有最想念的食物？小笼包，小笼包，小笼包，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，芒果，芒果。我发现很
本人都特别喜欢我们台湾的芒果。哎、欸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台湾的水果是真的很甜。像那时候我在日本的时候，他们要去吃到他们的水果其实很难哦、他们除非什么当地的什么什么，当地盛产的，但是那个都很贵。他们没有像台湾一样是很多人都好吃，对哦，难怪台湾也是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水果王国。对对对，真的是。凯翔是因为疫情不能来这边，那这么久没有来跟我们一起应援，然后这一次又跟我们一起跳开中场，会不会紧张？紧张是吗？大家超紧张。哦 ，It's OK， 干巴里曼，干巴里曼，我们会加油。其实我们刚刚在练习的时候，有看到凯翔在练习，其实跳得很好哎、他其实在家其实就已经练好了，很棒很棒。那最后呢，就是有没有要对我们台湾球迷说什么、因为彩香已经很久没有来到台湾了嘛，那也有很多球迷是不认识彩香的，那也可以跟我们台湾球迷打招呼，然后说说话。好久不见。またいっぱい今年も台湾に来れるように頑張ります。みんな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。啊，在台湾一直都会加油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他。OK， 一起支持彩香，耶！但我跟你讲，不会，直接当做他 solo， solo good， it's good， okay, it's good， yeah. 加油！球赛开始，今天有日本啦啦队一起应援哦。看咱们戴乐图台闪陈俊秀。起来了，库拉奇好可爱哦，这么可爱的。
号、58号，练剑。有波浪，有波浪，有波浪！哇！视频的，应该是那坏人笑。你来一个帅哥笑，快点！我回去就跟 PS 讲，直接在他脸上直接上。帅，什么都没看到，就看到帅，真的是帅哥，没有脸的帅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加油，因为现在的比分是9-4，但我们还是领先的，所以不用紧张。相信今天也可以拿出胜利，加油，加油！体育下班，小明上想打击第七把。再一个全垒打！今天真的是猛打赏哎，全垒打一直出去，然后现在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来支持我哟，支持。那我们下一支。